这武器可能给我 F 六光眼。毙了！这波 Q 中跟他一换一也赚了，你知道？可惜没 Q 到。他们刚才武器能支援他，不然我刚直接把他打，刚直接打他闪现，你知道吗？他为啥不玩啊？我操，这也省大招啊，哥们儿，昨天倒了吗？他直接玩不杀了吗？我操！哎呀，再上！哎，他这不玩肯定杀了呀，对不对？
没有哪个恶人能抵挡我的力量。走，敢与神龙作对，就要见识成龙。不可能吧，北风玩的还可以，没人跟他双排吗？没人跟北风双排吗？才对味儿嘛，对吧？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就不允许任何人亵渎神龙。我操！哎，我这波直接 Q 到 R 闪是不是好点呀？我这波，不过还行吧，我这波给把人头给露露了。喜欢捡魂啊，这个破败王。我操，一歪了，这波确实有点失误呀，
这波大树杀错人了呀！ADC 疯狂标记露露，他去开的是那个谁呀？没事，我上野区没野怪的，他就算把上路。他把尾区下上单了。这把只能尾区下上单了，上路确实没办法帮了。对面武器带的香味猛抽，你知道，太难抓了。这个野怪就不要吃了，吃不掉，4000点血我没成精。这野怪血量太厚了，一个野怪4000点血，妈的，我得打多少血？说个影魔刀吧，维克托伤害很高的，这个影魔刀你们看，其实可能出的没什么必要，但是这个影魔刀很关键，知道吧？哎，别往那边靠，他们打野刚打掉先锋的，不能往那个位置靠，他们打野刚打掉先锋的。哇，这波 W 他嘎了呀！闪现！妈，这不弄巧成拙了，我操！他直接往那边走的。
把 W 给打断了。没事。给对面拉扯烂了。回家了，这把出水印先好点。但是我出 CD 血，我感觉对面这个阵容对我威胁不大，我这把直接 CD 血拉扯了吧。我操 ，Q 了！那是大龙吧，大龙吧，大龙吧！这 RQ 空了，我真的谢。他们那个维克多还要带线，应该他能把维克多单杀了。这 Q 技能是不是金色的龙？哇，黄！这 Q 技能是什么颜色的龙？你们看到没有？金色。